现在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在当兵了。但是没关系，等一下我要送给你们一个小礼物，就是我帮你们大家准备了一些有趣的画面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也希望你们不要太想我喽。没有血弟子，就没有我。大家都知道练基本功最痛苦的是拉筋了，他一直忍耐，每天拉筋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，很痛苦的。练手力啊！我觉得这两个断，这两边。我是这样。有了有了，可以有了。短期里面的密集训练，他能挺得过来，就已经很难得了。连大侠真的不简单。15点，奴才。无路可走的人，我救。先帝让我进血弟子，我从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。